民党打仗嘛，咱咱打输嘛，那我们我就跟着怎么走过来的嘛，他开过来的。我们那个时候还年轻啊，21岁啊，到台湾来啊，就在这里找到事情做，做做的就结婚的就在这里了嘛。一个人我还是坐在这儿，好多人我也还是在这儿坐，我每天都是下来坐这里，坐这坐这个地方，到中午回去吃饭。招的啦，用告的已经还没来呢，一定会来。我住在这儿嘛，我下来方便嘛。他们有的住得很远啊，那也跑这儿来坐一坐。因为什么呢？空军作战司令部在这边嘛，是眷区嘛。光讲讲了好多年了，也没有这动静，把人都赶底下人都赶走了。把这个地方腾出来，可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那么来接我不晓得了。我现在搬到我儿子在那边买房子嘛，那个地方不一样，跟这不一样，都人没有地方坐，出门就要走了，一到巷子嘛，就是，出来就这大家都没有地方逗留啊，就是，没像这个坐一坐搞什么，那个地方没有的，那个地方下来以后你要走开呀，你不走开你站那里干什么？是吧？人家不认识，都不认识。人有的上班了，不是左右邻居，人上班的上班，人家也没时间跟你聊天啊，谁也不理谁。我们那一个楼里头里边的好几家，我都没跟他们讲过话来了，还。我干过去十来年，没事就来聊聊，都是老我们原老邻居嘛，对不对？从前多哎，从前七八个哎，现在死的光了，你还不还两三个人呢。老赵呀，快下来了！哎呀，还有20分钟的就会下来了。我老朋友都住在这里啊，以前没有，这个眷村没有改的话，都是我以前老同事啊，他们都是老朋友啊，所以到这边来住啊。他们有的都很早了，都改的违章去了，这个山头嘛，没人管了。今天天气比较很好，又热。啊？我的天气。今天是起码33度以上哦。对呀、啊。江是32度，明天还一天好天。马上有一个又要来，有一个马上坐那条车的那个，坐那电车那个又要来，那个来，哎，快要来了。
一回就搬光了，有的去年十二位，有的十一位，有的今年三位，现在都把你家那个门上贴的，好多的比我们可吃的多，要这个里面哪一家子不死光了，都死光了，死了他在家里，他女儿他不知道，回家一看死了床上。给他买个房子留不完，要家子住了这开还不坏死，这掏围给他买个房子留不完，把一个老人家关了给，给他那么特别下班回去看，有人死了。下雨天不来，我晓得这个街了，到下午就要下雨，现在开始了，我才晓得我要走了。你们回去拿奖。哎，我宁可给他关上，你放在笼子里。哎，回来这么晚？对。今天回来太晚了哈。太晚了。嗯。我去景美啊。你不要回去了。我这是飞机家乡飞机。你要回去了。再等回去。你要吃饭吗？你去吃饭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热哦！好热哦！你到菜场来去买菜啊？嗯。他两个不买，你也有这种问？尤其礼拜六、礼拜天那些老太婆、老头子，那个张老太婆碰到你了，哎呦，李太太，你今年买这么多啊？哎呀，儿子跟媳妇要回来嘛。哎。那个什么王太太碰到张太太，你今天买这么多、啊、哎呀，女儿跟女婿要来嘛，我们还是拿个这个，我妈妈要来，我丈夫要来，对不对？我想想好笑。对不对？那个四十之二号那个唐贤真的挂号可以帮他说吗？四十之二，四十号之二，我的。对啊。啊，跟你说，你太太不在，签的是谁啊？40号之二，这个稳呆了。老哥，你看好快。还有五分钟。台湾最好的一个地方啊，你们都不讲，我们来了一看那地方，他报道嘛，走这个台湾报道嘛，有没有报道嘛？这个一条路啊，是一个水沟，水沟里抓些鱼来就可以吃，就是门口嘛。我们的小孩子都在洗澡，你看什么水啊，跟江湖和好。哎，你台湾太好了，给他们搞的这个样子，把有钱的规规矩矩人呢、啊、搞垮了，这个不三不四的都当董事长。嗯，如果到了下班了吗？是啊，快下班了。我的老高，你们明天再讲吧。啊，对，走了，走了，回家。走
因为这个这么多，每一家都是那边来的，都是那边特别是过来的。你看吴东，那个东六东的办公室的。考虑他在不在家，按门铃干嘛，所以大家都比较不会去。你看看，这是他的保护。全台湾的眷村都在这个里面，全台湾的眷村。我的人家这里拆掉，你们就问他们有没有公家的，公家怕我要高费哦，我不懂啊，我哎呀，你不要你，不要你。他怎么？你看我那个伞嘛，你看。不是，我们要干什么忙？有的没有用的。每天去那个地方，不管好坏，生意地满弄到家。我今天出去，我知道哪一个路到哪里，我告诉他，别的地方他知道你不，他去找你也知道这条路。我不要不。你看赵伯伯、赵洪德，对不对？等等了，我不跟你讲，他这电话响了，他要问哪里过来。主要是要让他求救，对不对？万一有时候出去买个东西，他万一有什么状况，你做什么事我万一后不在，我有打什么？不要打了。以前就不需要这种，以前酒里没有设串门子，谁什么？他以前在家摔跤哦，对面那个原住民就马上跑过来，把他抱上去。在这边我根本都没办法求救啊，所以我都不敢出去了，在面上也不能出去。在那边住了快50年了，所以一些山上的那些老朋友交情都还算不错，至少有他聊天的对象。他跟我在家比较没话讲，搭不上线，也绝对是在家打瞌睡、看电视、数车子。因为他面向窗户，那个窗的门外面就看得到那个路桥上面的车子来来回回，有没有？他就会在那边看那个车子，在那边数车子，数无聊就是打瞌睡。
到11点来钟的你家来了，他去吃饭。